一天晚上我要染头发，我已经染了很久了。我买了这些染发膏呢，一个是蓝色，一个是灰色。我想着总两个颜色总能染出一个吧，再试试试。然后我又试了，一下发现非常的失败。一个这蓝色呢太绿了，然后呢枕头绿呢现在又补不了，对吧？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染了什么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染，混合一下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就是这两个颜色染出哪一个很好看，但是问题是这两个都染不出来。所以你平时都自己染头发吗？没有啊，这不是特殊时候吗？特殊情况吗？怎么快一点改变我的头发，跟打鸡蛋一样。哎呀，这剂量把握的。这剂量吧，我的也是没什么，就我这水平。待会儿如果没有染出你期待的颜色怎么办？那肯定需要重新染。你们是有一点蓝，还行。嗯，以防万一吧。我感觉那个其实没人，你看看那个底。是灰的，完了，灰着灰着灰着了，这闭上了，感觉就是咬不开，咬不开。我感觉这个很液体，这个有点稠。这真的就是稠稠的，那种甩甩。我觉得差不多吧，其实还挺匀的。来吧，不如是先抹发型，然后抹完抹完抹完，来，我们抹完就是抹头顶，然后就等待，好吧？你期待它什么颜色？期待它就是不要太蓝，然后不要太棕，处于啊不要太绿，不要太棕，处于两者中间就行了。快问快答是吗？如何回答？吃饭还是睡觉？睡觉。两个字。超无聊哇、哦！你在问，保证是一个字。你买西瓜吗？买。买一个西瓜送给我家小傻瓜哟。拼命一下。你要买猫吗？买。买一只猫送给我家的小野猫哟喵。直接来染头发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就是昨天染的头发是太绿了 ，so green， 唉，这挺好看的，但是入不了皮肤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一落地，在这个地方先染了一个蓝色的头发。